我今天要介绍的小物呢，是你如果身体有一些酸痛，它就是痛苦的救星。这个东西多少钱？你们愿意直接购入它？我觉得它值得这个价格。哇！既然你愿意出800来，你帮他滚一下这边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帮你滚，然后我贴2万块给你。你自己带红包本来要用来干嘛？我刚刚看到风水过来录影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Video 线上收看《小姐不惜地》。